专家分析：中国经济陷入末日循环，有一招或可解脱。两会将至，三中全会杳无音信。学者分析未来政策重点。电影《后天中》中一幕再现上海，六百三十米高楼被冰封。韩国国防部长表示，用武器换取俄罗斯粮食。朝鲜开发巡弋导弹。尹锡悦解禁军事保护区，打造韩版硅谷。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之声 TV》两岸要闻。今天是二月二十八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近期，相继有学者专家提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进入末日循环。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戴维·鲁宾最近发表专栏文章，指出中国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 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相互刺激，这形成一种末日循环，也就是商品价格下跌是因为需求疲软，而需求持续疲软是因为中国家庭推迟支出，想等到商品和服务变得更便宜时再消费。卢斌表示，有一个办法可能会帮助中国摆脱末日循环，那就是让人民币贬值。日本刚证实这个办法有效。 但是，中国这样做的可能性却非常低。过去三年来，日元对美元从一百贬值到一百五十，同时，日本的通胀率从负百分之一上升到接近百分之三。日本基准股指在二月二十二号突破了三十四年前创下的收盘最高纪录，这是日本从泡沫破灭后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低迷中复苏的一个里程碑。 外界乐观地认为，日本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物价持平或者是下跌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也认为，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应对通货紧缩压力。不过，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一月份省部级主要官员的金融专题研讨班上发话说。 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将巩固人民币国际地位视为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柱。外界认为，习近平显然反对让人民币贬值。鲁宾也说，中共不会让人民币贬值。中国似乎陷入了人民币陷阱，货币将继续走强于经济所需，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末日循环的风险将笼罩中国。 经济危机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从去年以来，一直有学者警告说，习近平政权面临崩溃的危局，这已经是国际共识。例如，旅居美国的华裔时事评论家邓宇文，去年八月份曾两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现在中国经济不好，社会怨气很重。 最近与中共体制内相当级别的朋友交流，他认为他所接触的党内中高层绝大多数都是不认同习近平的做法，很多人都把目前的这种倒行逆施看作是一个笑话，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当我问他变革什么时候会到来，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他说不好估计，但是五年之内的可能性很大。 邓玉文还说，朋友认为习近平的亲信不想和习近平陪葬，在关键时刻会背叛习近平。香港知名评论家严春勾当时也在脸书发文指出，美国华裔学者许成刚近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提出中共可能的三种前景：一个是宫廷政变，习近平下台；二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 三是中共靠专制暴力把社会危机往后拖，严春沟认为，可怕的是，中共越把问题往后拖，暴雷的规模就会越大，越难以收拾。今年的二月份，政治学家、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刘军宁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再次进入历史垃圾时间。” 刘军宁解释说：“历史垃圾时间是形容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的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是说熬。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中共亡党的大局已定，谁都改变不了结局。对于中共宣称的改革，刘军宁博士说。” 中共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具有可改革性。放眼世界，社会主义体制并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要中共放弃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那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改革。最近，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的回归，让中国人进一步的看到了改革是不可能的。 中共全国两会将在三月四到五号召开，但是本应在两会之前召开的三中全会却一直难产，引发外界的猜测。在自由亚洲电台二十七号的报道当中，学者做出分析。报道指，今年中共两会的筹备过程和往年比显得低调，没有例行的学者专家所谓的献计献策，甚至连攸关制定政策的三中全会都迟迟没有开。 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体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但是，二中全会在去年二月二十六号召开，迄今已满一年，仍然没有三中全会的消息。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绍表示，三中全会无法召开，外界猜测可能和新国防部长以及外长等的人选无法达成共识有关。三中全会开不开，对两会影响不大。刘瑞绍预测。 三月两会推出的经济政策会是旧瓶装新酒。刘瑞尚说，去年年底已经举行过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以及金融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里面已经把今年的一些方向讲了出来。只要在两会里面照本宣科，把去年年底两个中央会议的内容重新包装拿出来，就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动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不大。 曾任陆委会副主席的中国问题专家、台湾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民认为，两会后中国发展重点应该是在稳住经济和就业，以及社会维稳，再加上国际跟美国的对抗，东南亚在南海的分歧不会消失，然后东海、台海，所以应该是这三个方面为重点。 刘瑞绍表示，外界可能认为国安优先让部分外资撤离，因此北京会以稳住或者是发展经济为优先。但相信中共仍然以抓紧经济和维稳并重。在北京的眼中，无论在大陆也好，香港也好，只要继续保留一个可以生金蛋的地方，即使国家安全政策不断收紧，但是外商。 而不是外国政府仍然会来，这就是北京长期的思维。上海市民二十六号爆料说，世界第三高楼、中国著名地标——上海中心大厦高层外墙结冰，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的醒目，宛如电影后天的现场。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其实从二十三号开始，上海中心大厦高楼就被冻住了，安保人员在大厦附近驻守，因为随便一个冰锥落下，可能就会致命。网上还有照片显示，上海中心大楼内部居然也结冰了。物业告诉国内的媒体，现在只能等冰雪融化，为安全起见，已经对楼下人行道进行了管控，禁止行人。 气象专家说，上海中心大厦高度为六百三十二米，高处气温很容易就达到零度以下，降雪甚至是产生积雪属于正常现象。雪花在下降过程当中逐渐的融化，到了地面附近，人们看到的就是雨水或者是雨夹雪。近日，上海温度低、湿度大，楼顶区域平均温度在零下五度左右，就会出现结冰和积雪等现象。 随着温度的回升，楼顶结冰区域逐渐的融化，部分区域会出现冰雪坠落的现象。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市二十六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数百万枚炮弹。 换取俄罗斯的粮食供应，因此朝鲜粮价目前趋于稳定。预期俄罗斯接下来还会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协助。据韩联社的报道，申源氏表示，自去年八月份至今，朝鲜向俄罗斯运送约六千七百个集装箱。如果是一百五十二毫米口径的炮弹，可以装载超过三百万枚；如果是一百二十二毫米口径的火箭弹，可装载五十万枚。 不排除两种炮弹混装的可能。与此同时，俄国向朝鲜运输约九千个集装箱货物，估计以粮食为主，也有生活必需品、材料和零件等。俄罗斯粮食的输入稳定了朝鲜国内粮食的价格。申源是说，预计俄罗斯会继续向朝鲜提供卫星相关的技术。朝鲜还向俄罗斯讨教。 飞机、地面机动装备相关的技术，韩国军方正在监视朝俄之间的陆海空军事合作动向。石原市表示，朝鲜似乎正集中研发巡弋导弹，一方面要对俄罗斯出口，另外一方面是挑衅韩国。和弹道导弹不同，巡弋导弹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申源士说，目前可以肯定，朝鲜正在尝试在巡弋导弹上搭载核弹头。另外，申源士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随时都可能发起局部挑衅，但是全面挑衅的能力还有限。 韩国总统尹锡悦二十六号宣布，全国范围之内大规模的解禁军事设施保护区域土地，其中中青南道将变成环黄海地区经济中心，有望成为韩国版的硅谷。解禁范围包括韩国最大空军基地瑞山以及京畿道城南等七个地区的军用机场周边及邻近地区，面积达到三百三十九平方公里。 这是韩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造计划。尹锡悦表示，韩国国土有百分之八点二被指定为保护区域，但是，一九七零年代首次导入军事设施保护区域措施以来，环境已经有相当大的变化。不仅全国各地急剧都市化，军事安保体系也随着技术发展大幅度改变。 可以利用已有的军事设施推动国防产业发展，设立国防技术研究中心。尹锡悦指示将中青南道打造为仅次于美国硅谷的尖端产业基地。尹锡悦提到，中青南道过去为吸引外资，本来设有提供税制支持等优惠的经济自由区，却有取消。他誓言一定会复原这项制度。 分析认为，韩国急着要打造硅谷，是因为台积电熊本厂建得太快了，这也让韩国开始感到危机感。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 V 频道。我们下期再见。